係啊，打風啱啱個十號颱風係真係有一個措手不及，但係其實那個時間只係 last 咗兩個幾鐘啫，咁就不停地扭毛巾咯。咁但係都 OK 嘅 ，OK 嘅，我哋兩個攜手合力咁樣用咗兩個幾鐘嘅時間都處理得到係。其實是的，都要處理一下，因為都怕即可能下次我們兩個如果真的出去沒有人在家的時候，真的如果落大雨呢，都怕家可能會有些水浸的情況出現，所以都要去處理一下。那隻家處理這件事的時候覺得很什麼？都有啊，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，他就立刻想到辦法去找些毛巾去塞住個窿咁樣咯，咁同埋佢就比較鎮定啲咯。咁但係其實佢係最初係唔發覺到屋企流水嘅，係我發覺咗先嘅。佢有少少大安旨意，因為佢覺得我哋嘅屋企嘅屋苑係比較新啦，咁所以佢就覺得應該啲新樓係冇乜事嘅。咁但係就好安然無恙喺度打機，咁但係就反而我聽到水聲，咁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有些不對路喎，咁我就察覺到咯，咁所以就發覺我哋應該係啱啱好一個天衣無縫的一個組合咯，即係我發現到，咁但係我就好彷徨的時候，咁佢就好鎮定咁去處理咗呢件事咯。